你好啊，猜得到我是谁吗？给你5秒钟时间想一下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我是圆圆王圆，今天给你问好哦。茫茫人海中遇见你，如同阳光照进心底，最美的时光有你相依，我心情无法言语，从未想过会遇见你，让我惊喜让我痴迷，想起天台可笑的自己和电话那头的你，尽力气，傻傻的我不懂得珍惜，竟然弄丢了你。因为遇见你，我学会珍惜，天台烟花还会再升起，我也有好久没。今天我想对你说声谢谢，感谢你在过去每件小事上的坚持，感谢你用自己的方式向前看，谢谢你没有妥协，没有放弃。凛冽的海风吹向你，是否被欺负受委屈，以后不会有人护着你，当下你可能曾经只敢在睡觉前甜甜的遐想到，未来我能成为一个创作歌手多好。你可能不会想到，在你15岁生日那天，把亲自写的《因为遇见你》唱给你爱的人听。就算雷厉的闪电能够超越时间，时光机也不能带我到分别的那天。每天值得回忆，心里有一句，遇见你真好。